这些东西的话呢，也是通过解答课啊，或者怎么样的，也跟大家去讲了一下啊，一些那个空间运用的上的一些思路。像上堂课解答课讲的时候的话呢，有的同学不太清楚啊，他说那个课怎么听那个东西，好像不太听得懂啊，是我们的一些精华班的一些同学。但是那个悬空飞行的话呢，我们在上堂课的是起了个头啊，只是起了个头。但悬空直立飞行啊，直立飞行的这个用法的话呢，其实是我们所讲的，其实都是一些功法。风水学啊，我就是我们在讲的话，其实在通过近段时间的话呢，确实感受的东西是很多的。提到这个风水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术呢，其实它不是说不能用啊，这术的东西呢，都是一直我们在提倡的时候是可以用啊，但是你要找到它这个方法，了解到术的一些本质。但呢，他也绝对不可能改变那个体，因为我们有的同学的话呢，就是在我来看的话呢，这一年多2年的时间呢，有的同学呢是之前还在跟着我们这个课程学习的，有可能是17年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学习的。那学习的话呢，现在还是说这个空间的话呢，还是着重于在空间上，就是只是着重于在空间上这一个层面的东西比较多，啊。空间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空间，任何空间的话呢，它都是属于跟人与空间的一个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实际很多同学在用的过程当中呢，就变成就是说，只在自己的空间当中呢，就是感受的，就是说是关注的比较多，关注自己的我们所讲的一些这个人事上面的一些问题的话，相对就少啊。其实很多的话呢，在我们所讲的很多的。在这个风水学这一块的话，你们有了很多同学学了1年2年的话呢，其实是很关注那个这个空间上的一个化解的一些用，空间化解上的一个用。但其实呢，就是说呢，我们在自己没有能力的调理的情况下，有了空间没有能力的调理情况下呢，其实就是说你规划也规划不了，你在其他的方面来说也整不了。那其实来说的话呢，这个空间呢，就是本身就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像这两天提到的，提到的话呢，其实风水学的话呢，其实真正来说，你真正来说去做空间上的一些风水，不管是佛堂也好，还是什么地方的也好，它真的来说是并非就是说是一些物品给到你这个空间来说起到很大的一个能量，这是跟大家所讲再次跟大家强调的。物品来说，并非是说一些空间的一些物品起到那么大的，比如说是我那个放一棵树，那个树的话呢，就不可能起到那么大的一个作用。那些作用来说呢，就完全是我们所讲的，就是如果真的能够起作用的话呢，像这些物品能够起作用的话呢，一般是偏向于是我们所讲的一个形而上的一些事情。我们所讲的其实人的一些问题来说，人的能力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是你的心的能力是无穷大的。我们所讲的新的能力，有可能就是偏向于，就是说你自己的做自我的调整，你可以感到到很多的一些能够对于你空间来说起到很大的一个帮助，而且并不是说只是空间上的一些事情，其实都是关于你自己的一些问题，能够起到很大的一些助力跟一些帮助。那风水学的话呢，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悬空飞行、直立飞行的这一块的话呢，它其实也是说你要把空间，你要把用的层面呢，把它用起来。用起来的话呢，直立飞行的话呢，它就讲的以九宫的形式去走。九宫的形式的话呢，我们这个直立飞行呢，我们在是飞的话是以这个后天八卦为主，也就是说不是说是，对应到我们的洛书嘛，不是以先天八卦为主的。所以讲用的情况下呢，多数的是以这个后天的八卦为主。那个我们在所讲的话呢，这个洛书九星，直立飞行这一块的东西的话呢。再讲的话呢，就是对应到它这个直立飞行，就是讲心跟卦心跟卦它那个相通啊。这里我们所讲相通的话，其实就是说相对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九宫里面的东西呢，它的有的名词是比较多的你像悬空这一块的话呢，它往后去用的话呢，你像贪狼星、巨门星、禄存星八宅的话呢，它也有是我说原来说天一元年五鬼这一类型的是吧还有是福位祸害这些都是属于天一的都属于八宅里面的这套系统的一些那个名词，但是呢，我们所讲的直立飞星的话呢，它在我们以后后期的用的时候呢，它为什么这个帮助大呢？因为直立飞星呢，在我们来看的话，其实
对于我们在风水学来去看的话呢，它其实它主要是说是可以起到一些这个对于啊这个空间流年，也就是空间时间上的一个对应。值年嘛，讲的年是吧，讲这个年的一个概念。值年的话，讲的年的概念的话，就是对我跟我们的这个流年啊，每就是空间里面的八方的它这个流年的话呢，可以基本上可以从大范围来说可以对应得上。但是我们所讲这个飞星的话呢，它星气，它星气属于天时的一套系统，天时的系统呢，天时对应到空间，它能够产生一定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在上次所讲的择日啊，这个是属于天的一套系统啊。那么这个空间的话呢，我们所讲的是属于地的一套系统，空间啊，空间属于地的一套系统。它也就是这个择日来说的话呢，我们所讲都是以作用于我们的这个阳宅的空间，它以用的层面来作用于我们这个空间的体啊，它以用来作用空间的体，它是可以起到一定的帮助。所以但是这个悬空飞行的话呢，我们所讲的，但是呢大原则来说讲，如果体好的话呢，你那个心气差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果体不好的话呢，我们所讲的那个心气差的话，有可能影响的效果就会更明显。心气好，体好，它锦上添花。其实这些体用的层面呢，都是以这种思路为主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执念飞星的话呢，我们在这堂课首先来说的话呢，有些新同学的话，主要是说要先认识到我们所讲的这些星，它的一些名词，这些名词的一些认识的话呢，比如说是贪狼星，啊，它对应到是什么坎卦是吧？这是对应到坎卦。那么它呢，它的颜色呢是什么白色，啊，然后呢它也可以对应到的这个星气的话呢，它可以对应到哪些现象呢？这是属于在悬空这套系统来说，比如说是升官桃花啦、文书啦，啊。主这些方面为主。所以我们所讲的这个贪狼星呢，为什么也可以主文书呢，是吧？它其实贪狼星的话呢，它本身来说这个坎卦的对离宫来说也有帮助啊，它本身也可以以对宫那个形式来去对应到它的一个卦的一个象。再者来说，这个贪狼星的话呢，贪狼星风本身也是主这些贵的，主贵的是吧？所以大家有可能会看得到一些贪狼星风，像这种是韶风那个星啊，它就有点像凤凰的一个星风啊，很漂亮的，很尖啊，叫尖滩啊，尖滩它也是属于那个外局形式的一种那个星风的一种名词。所以有的星比较漂亮，但所以说像那样的星的话呢，像那种星风的话呢，一般也是主贵的比较多的，主贵的，而且也是主那些啊带有权啊，主权贵为主。那么它本身也有这个我们所讲的啊，这个坎卦，它本身像卦象延伸的话呢，在我们后面所讲的这个万物类象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一个我们所讲的一些，属于那些那种卦的一个详解，是吧？啊，桃花呢，啊，或者这个讲的官贵的话，升官呢，就是刚开始贪狼星风的，但这里面的这个我们只是简单的把这个罗列一些意思，把它罗列出来。其实我们呢，其实不是完全是以这个悬空这套系统来去做一些论断，啊，我们不是以这套系统来去做论断，而且这个是以这套系统来说的话，也是尽量去求的一些知道，不是说求的，应该是了解到空间的这个星气，啊，就是每一年在你的空间那个星气它有帮助的一个宫位，啊，那么这个对应到你的宫位来说的话呢，我们以后是不是可以去用一些手法去加强而已，啊，这是。你要首先要了解我们所讲了解贪狼星白色的它在哪个宫位坎卦，这个好理解吧，啊，首先我们所讲的还是要记，对吧？这是最基本的一些东西。这个来说的话呢，有可能就是我们说你记住了前面的罗盘的三圈关系啊，先后天是吧，然后的话呢，它这里面呢就可以对应到它的颜色，它的五行其实也可以对应起来的。那巨门的话呢，我们所讲的巨门的话呢，这里面就是二黑啊，坤卦二嘛，主要是一个数是二，然后呢对应到了后天的卦的一个坤卦，光色是黑色啊，二黑星。那这个二黑星的话呢，一般是主什么疾病是吧，啊，还有我们说黑暗啊，还有很多很多等等之类的，甚至来说的话也是主啊，这个二黑星的话呢就是属于这个疾病病灶之类的啊，它也主身体上很多一些部位。但是在这个流年的话呢，它这个星气来说的话呢，有可能就是在比如说这个二黑啊，遇到二黑星临，就是临门的话呢，有可能那一年的这个病灶之气就会显得比较多
啊，就是说我们有的空间的话呢，像这个啊，像上次看那个空间也是开昆明的，还有一个空间呢，就是啊，之前看了一个是什么样的空间，它就是一个开昆明的，啊，比如说像这个空间上北下南的这种空间的话呢，啊，小太极来去看的话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开昆门，啊，这个也是开昆门的一个空间。如果是说那个二黑星临门的话呢，它有可能的，像这个空间的话呢，这一年的话呢，有可能的就会，反映出了一些问题就会比较多。那么其实像这个空间的话呢，我不知道你们后期来说自己是否去用过，有没有用过？啊，除了我们所讲的，因为这个是除了你能够把它计算出来以后，比如说我们现在的2018年的话是几入中？啊，2018年的话，我们所讲的是几入中？有的同学学过了，是吧？就是2018，这里是加起来就是多少了？31，啊，2018是几入中啊？啊，有没有同学还清楚的？是不是9？对吧？啊，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记得啊？有可能，但这个东西呢，是我说的是我们可以拿来用的，啊，这个是可以拿来用的，啊，九入中，啊，是二还是九？啊，到底是二还是九？你们自己再确认一下。啊，忘了。排山掌，啊，你排山掌的话呢，我们所讲的呢，这里有排山掌的，你用排山掌的两种方法去做一个对应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排山掌，啊，但是呢，就是之前我们是说问一下，啊，是不是1+1=2，11-2=19，是那意思吧？在2018的话呢，还有一种方式的话呢，我们这个等一下会讲的啊，出一个九是吧？2018出一个九。是2018，29=18=2，21，29=18=3，是吧？38，49=36，36=2，2的话往后推两位，就是12，它是2，啊，不是二入中，2了以后呢，就找的就是这个往后推两位，就是9入中，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呢，那么我们在看到空间上的一些事情的话呢，比如说2018九入中的话呢。在这个空间，如果我们把它对应出来的话，啊，把它对应出来的话，九，应该这里边另一个出来啊，用个九入中的那个盘，啊，九，12345678，啊，比如说就是，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不知道这里面还有没有一个那个，有个那个上次排了一个星期盘的啊。啊，11-2忘了是吧？这2016的，2016，好，就对应到刚刚我们就对应到这个空间，啊，对应到这个空间，我们比如说是就是直接把2018的那个呢，把它盘拿过来去做一个对应，啊，做一个对应就是了。文字啊，找个文字，我这有时候弄些文字就是。啊，这个就是九入中，2018是吧？91。等一下我告诉大家，就是有的同学还不太清楚是吧？截屏的话，我把那个截过来什么的啊，把这截过来啊，要把它这个还不太好截啊，9123打上来算了。七，啊，好，
也是一样啊，就是这样，上什么上南下北啊，这上南下北啊，如果是再把这个东西呢，首先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把南北定了就可以了。东西啊，这样的话呢，有可能大家就自己。好，这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是悬空飞行，啊，悬空飞行，你们自己来说的话呢，那个怎么，自己，我们所讲的以后如何去记这个东西，你要自己要方位要搞得清楚，坎卦是吧，离卦。正卦对卦，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比如说刚开始的那个2019，我们所讲的坤在哪里呢，是吧，坤在这里，比如说这个地方就对应到一个坤啊，那这个对应到坤的话，其实2019来说呢，有可能这个啊2018的话的这个坤气啊影响有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啊，不是那么明显，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所讲的，像这个坤呢，它有可能是在啊影响比较严重的话呢，有可能看，比如说像有的空间，像2020年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呢，啊，像2020年的，比如说是这个是18、19啊，2020年就是。二入中2、3、4、5、6啊，这个也没有问题啊。乾卦呢，我们再看一下它几个小太极啊，我们来看一下小太极的西北乾卦。比如说它这个门有几个门，看这一年的星气走得怎么样，是吧？看这个星气走得怎么样啊？我们来看小太极的。啊，这个来说有可能就直接是看的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直接是看的这个北门啊，所以坎门的话呢，在2019年的话呢，其实我们所讲的坎门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一点啊。五黄这五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个星期来说，等一下我们来去了解啊，把那个找出来了，主要是说我们现在来说就是知道这个二黑，像这个情况的二黑在哪里呢啊，对应到这个空间来说，二黑来说就是在对卦啊，在对卦，二黑在对卦，如果像我们这个星系的话，对卦上北下南左西啊，比如说这个是对卦开门的话呢，它本身门的这个方位是为吉，但是星系到这边来说的话呢啊，星系到这边今年来说是应该这是17年的对是吧，过了这个17年，这个现在我们说是18年了，它对卦在这里，它这个本身开门吉的话，也就是空间的体是吉的，你的心气的凶心，心气到了这里来说的话，其实影响也就不大啊，影响也就不大，到这一年的话也有可能来说的话，也就是啊，它这个它是以这个啊，我们所讲的就是以什么呢啊，讲体用的关系啊，讲体用关系，以体为本，如果是体好，那个心气差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所看的这种是啊，比如说是西面的话，还有一些空间的话是怎么样的啊，西面是啊，在西面的啊，西面的话比如说这个啊，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像这个来说是不是就对卦，这个就是对卦啊，这个是对卦，如果就是说我们现在是2018年，像这种空间的小太极的话呢，在这里面来说的话呢，它这种心气啊，心气如果它没有这个对门的话，这个门我们所假设不是往这边开门啊，不是往这边开门，往其他的方位开门，那么它这个它也没有厕所
也不是建水，它没有化解的一个地方。那么如果像这种情况呢，虽然这个是龙过塘，但是这一年的话呢，这种星期从小太极去看的话呢，它也容易这个对卦反局嘛，它是二黑的话呢，有可能也是影响到这个口角上相对比较严重也会有病灶之气的这种去影响，加强它这种对卦的一个力量也会影响到如果是说我们所讲的这个，它是以这个以心气为主，它如果是说那个流年，假如是我们刚开始所讲这个流年，有一年的流年这个二黑呢飞到这个地方，又是跟它的这个什么呢，跟它的宫位相对应的时候跟它的这个是，比如说这个是西南，这里是二，心气如果是正好是飞到二零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开的又是坤门，这种情况呢就相对来说是影响是相对比较严重一点的，相对比较严重懂了没有有可能是说一些悬空的东西呢，有的人会听起来会有点绕听起来有点绕，它其实如果这个是你用好了用熟了，它其实也可以是说增加你对于空间那个论断的判断的能力，但是我们所讲的一般来说，你比如说你看今年的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排除一个盘，以这个盘来去看的话，你先找出它几个凶星在哪里。我们说一般的凶的话呢，有可能你看的问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一点的是吧，它是通过这里的星气我们说是紫白飞星，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是不是其实来说这个是四绿是中性星，是吧，我们所讲的是中性星那几个凶性点的，比如说东北东北它是山如果东北的话呢，我们所讲的是有灶东北有灶的话，像这种空间的话，三是禄存星三必也主口舌是非是吧。那么如果是说是像这一年的话呢，像这个星期的话呢，如果是说它本身是有灶的话呢，比如说东北，假如这是东北角有灶又是凸或者等等之类的，那其实所应的一些事情呢，它也会应一些这个加重这个星气的一个力量，以星气的力量来加重空间的一个体的一个不好的一个这个现象，相对比较明显到后期的时候我们用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悬空飞星的东西的话呢，我们每一年如果是说我们自己要想拿来做论断，但是重点来说的话呢，我们是其实是说你找出吉的来去做吹动是一个，第二个来说来做论断的话呢，一般我们是找出凶星来去做论断，有可能会相对比较明显，而不是说找出凶星来说来去论空间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为主要手段。我说的其实论空间的一些事情，你只要找出三五个，围绕这个三五个的点去跟客户去讲就可以了。你在做论断的时候主要是取得客户的一个我们所讲的一个信任度取得这个客户的信任度。那通过这个空间我们所看的话，那通过这种凶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方位，还有几个吉星的1689九呢在中宫的话呢，168的话呢在其他的三个方位，所以呢就是吉星的话在201我们所讲的2018年的话有三个方位那个星气是比较吉的，在这个东南西南包括我们所讲的这个是西北，你像西北开前门的话呢，像这种空间的话呢，这种是西北是不是开乾卦的门，开前门的话呢，西北方开前门的话呢，有可能这一年的话呢都不错，是吧。如果这西南方这个是有灶的话呢，这一年也蛮不错。东南方呢，我们所讲的比如说有电视压着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有些也是厨房，有时也是属于厨房的，这一年的话呢，这个2018年的话呢，这一年这个吉星的在这个地方都是不错，这个是门，是不是。像这个如果这个是灶或者是这个是灶，这一年的话在这两个方位来说的话也是起到一个这个我们所讲的一个助力，也是起到一个助力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对于我们有的空间是固定的，如果我们来做空间的一个催发一个布局的话呢，像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话呢，我们可以是找出像比如说这个空间的话呢，这空间呢它的
一白在了西北方啊，所以说在这个空间里去催发它的这个空间就很难催发的起来。它只是说这个情况的话，在2018年这种前兆的力量来说的话呢，它本身是前兆是什么呢？它有这个吉星相邻，但是呢它空间反局。在2018年的话呢，它又是什么？又是属于命宫啊、不是属于命宫，属于我们所讲这种乾卦的啊，乾卦的一个啊宫位所在范围所在。这里有个乾，乾里面它有戌亥是吧，就是我们所讲的戌呢，它就正好是2018年啊，亥年就是2019年。所以呢这个一白星在这一块的话呢，在这个空间呢也起不到很大的一个帮助啊，也起不到很大的帮助。因为它空间本来的这种体，这属于这个厨房这个体本来就凶的啊，那么你的好的心气对他来说，其实就是说虽然是缓解一点，但是这种心气的缓解的力量它是远远不足以化解这一个年份啊空间所存在的一个反局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啊。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所讲的有的情况就是说你要去拿捏啊，就要去拿捏，就是起到的作用我们所讲是不是叫化解啊。你说这个化解的力量来说，这一白星临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一白星临这个地方，它其实在这个空间来说它起到的化解的作用是很弱的啊，它不是说没有作用，但是相对于来你这个体，你的体一个是又是厨房又是凸是吧，又没有见水又没有等等之类的，在这个空间的话呢，其实它的化解的力量是比较弱的。因为它这种心气来说，如果你本身是什么呢，哎，你本身假设来说，假设什么呢，假设这边是啊，假设这边就是这个情况啊，也不凸，就算不开门，那么你的西北方它这一白星相邻，这里没有东西了，在这个地方一白星相邻到这个宫位，那其实这个宫位如果我们在后期的操作的手法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去操作呢啊，在这个宫位首先我们要符合我们的杀水的一个体系是吧，我们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潜水啊，你这个地方你就是可以放鱼缸啊，你可以放鱼缸，是不是可以放鱼缸啊，用鱼缸啊见水，符合这个星气的吉凶啊，符合他的星气的吉星，吉星呢他就是说做锦上添花啊。那我们在做布局的时候就是说，哎，在这个地方我在今年2018年的话，我在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放这么一个鱼缸，对不对，这2018的啊，乾卦有水槽，那个水槽起不到作用啊，造浴池，你们不要再想去造浴池。我们所讲的这个流年飞，这个我们所讲的叫什么，直年飞星的话呢，它是每年的星期不一样，你就在你的现有空间有条件的去发挥，知道吗，你不能随着它的星期的转来转去，你改变你的空间的体啊，你不可能那个明年那个这个是到哪里了，这个、比如说这是一，这是到二了，那怎么样呢，这是二了，那你还造个，你说造浴池，它可以是说，就是说你见水的话呢，没有2018年的话呢，2019年的，它是二黑到这个地方，啊，二黑到这个地方，你就是有水的话呢，这个水的力量，这个是乾卦用水来吹动的力量来说，没有2018年那么明显，啊，第二年，啊，双换地方造化，这是举一个比方啊，打一个比方。啊，举个例子，打个比方，这个思路你们要清楚，能不能理解？这思路是首先要清楚了，啊，我们就是说，像这个空间，它根本它就没有条件，啊，比如说它也不是说有这个乾卦的照，它就是平平常常，我们可以是通过这里去画一个空间啊，对应到它这个宫位，直接对应到这个空间，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假如门的话呢？我们所讲的有可能门是在哪里呢，举个例，门是在这边是吧，这是大门，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地方呢它平平常常，那其实这个地方呢它也不缺角，也不怎么地，它也不是厨房是吧，那其实这个是一白星，这个我们所讲的2018年的啊，2018年啊，我们先不管，先以这个为主了吧，是不是上南下北了嘛，我们现在是以这个图示为主啊，把它简化，你看到空间有可能看得有点是什么呢，有点容易绕啊，我们就现在就直接对应到这个空间，那现在来说的话就是今年的是什么呢，2018年
是吧？2018年的话呢，这个就是一白星在的这个地方，啊，一白星在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啊，那这个地方来说，如果在布局的话呢，像这个地方，它是可以干什么呢？它是不是可以去放个鱼缸，啊，是不是可以放个鱼缸？它也没什么反局。那么还有一个的话，这个六跟八，那一个西南，一个在这个地方，那也就是说这个是啊东南跟西南方啊，东南方跟西南方，你符合沙水的原理啊去做一个吹动。那么也就是说这边来说的话，如果吹动的话呢，我们其实简单的思路就是说，这边是用水来去吹动，这边用沙来去吹动啊，吹动的话呢，这个有可能就是对应空间的这种两个宫位所对应的一些事情，就会啊，就相对的这个力量会相对于足一点，相对于足一点。一般我们所讲的紫白飞星呢，紫呢是吉气，白呢也是吉的，紫白的是吹吉为主的，对不对？那六跟八它所对应的一个事情，但是你这个六跟八它也要对应到什么？这个是东南方，也就是说这边是巽宫啊。这是巽，这个是坤，是吧？你要做细则的操作的话是可以这样去考虑的啊，也不是说搬了有的空间的，不可能你是随着心气去那个，是吧？我们只是说用一些物品，你有条件的话是，你说搬灶它也不太合适，你的灶搬来搬去的干什么呢？对吧？灶本身就是说你安稳为主嘛，你动来动去的那个灶，它本身那个柴它也会跟着动了啊。这是钱，我们首先就是通过一个举例啊，你们有可能这样的话呢啊，对于空间上的一些事情呢就理解的透一点啊。这三个宫位，也就是说我们在2018年的话呢，这个乾卦西北方、坤卦跟什么东南方这三个宫位来说，你符合沙水的原理去吹动，是不是？那其实我们所讲的就是啊，像2018年你在巽宫用沙的地方，其实正常来说的，我们啊，其实在这里面来去讲，再讲一个思路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你们在讲以什么去吹动快一点啊？沙吹动呢快的，还是我们所讲的水吹动来的快啊？其实水是吧啊，是水啊，水它吹动的效果也本身也来得快一点。其实我们所讲的它也是符合什么呢？如果是在这里面我们所讲的啊，一个是说这个水呢它主阳动嘛，它是从这个啊，不是以沙水那个阴阳啊，它比如说这个水呢它就是主阳动的动态为主嘛，是不是？那个沙的物品来说的话，有可能它就是静态为主，以静态为主，对不对？比如说是我们所讲的一个大石头或者水晶球啊，或者怎么样的，它是不是静态为主啊？当然你说用火啊，用火点火那个方式呢，它也是相对来说你不可能天天在那点的啊，但是你个水可以天天往那放，对吧啊？如果是说呢，你这个是这一个是本身就坤灶的话呢，或者是说这个巽灶的话呢，这一年来说有可能在这个地方的吉应来说，八白星去应这个巽宫的这个相就不错。本身巽宫的话呢，我们所讲的它本身它也是主这个，也有文昌的一个作用，它是文昌的一个源头，是不是？离卦主那个就是木来生这个木，它就比较旺，来生这个火，离火就是南卦这个离火啊，离卦这个离火，它木来生这个火，这一年的这个五行为木的这种巽宫这个木气就更加旺，可以生这个火。所以这一年来说的话，如果是说的正好碰到的是高考或者干什么的，这个是巽灶的话呢，对于离卦这个吹这个文昌的话呢，是也是比较有帮助的，也是比较有帮助的。这其实都是一些用啊，你在空间做一些推敲而已。
但这个推敲来说的话，你是稍微要把这个心气把它抓出来，你才有好的一个思路啊，才好，才有一个好的思路。那如果是说我们所讲的像这个空间，它既不缺角，那这一年的话，你像你放个鱼缸是不是，或者放鱼缸或者弄水的这些情况，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对吧？啊，它不一定是说很大型的那种大鱼缸啊，啊，不是那种大鱼缸，或者是说就是搞一些那个去养金鱼的也行，啊，当然这个是属于这个水洞或者是有些啊水井的东西，在你的空间最好能够利用得上。啊，有的用了的，哎，老师，我说用这个我的空间用跟别人家的空间用，他的所用的一个什么呢？所用的一些方式又不一样，而就是所用的效果不一样，主要是你的空间的体的结构，比如说它这个是缺角的，在这个地方呢缺角了，然后你再去用了去加强，它的用的效果它肯定要打折扣的，不用想了，啊，它已经刮起就伤了。如果你是正常来说的，它不缺角也不凸，啊，像这种情况，你再用这个工位来说，它本身也没有别的东西去加强的话，你就用水去加强，它也可以来的效果就会多一点，明显一点。啊，这种思路大概能不能懂？啊，能不能懂？啊，这个先好，我们来看啊，再反过来啊，再回转过来看的话呢，我们所讲的，首先刚开始呢，这是举了一个例子，让你们知道了，就是说我们以后这个悬空执念非心的话，就执念非心的话，以后我们去用啊，它的用的一些思路，有可能你现在来说啊，就是这几分钟，有可能你听着讲的这个思路的时候，有可能你不是很熟啊，但是呢，你稍微来说你课后的时候，你再去推敲一下，就拿着你的空间，如果你不熟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就说你可以举例子。我这个就是其中就是一个例子，是吧？你也可以结合空间，你比如说你模拟空间，哎，就是模拟这种现象。你说我这个在这个空间，在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空间当中，哎，有适合催发的条件。在今年来说的话，有适合催发的条件是在哪里呢？啊，比如说首先来说吉来去催发，啊，西北乾卦，首先这个地方没有条件催发了。东南，啊，东南在这个空间，其实在这个空间好像也没有什么条件去做催发，是吧？啊，也没有什么很多条件。如果是按照这个来说的话呢，它指不定也有点小缺。但是如果是说你通过这个地方来说，看这个地方，它是属于坤卦大小太极的话，有可能在这个点小太极的在这个点可以催发一下。啊，就是这个大小太极冲合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属于这个东南方，是吧？东南方的话是有个八白星，这个是从小太极的这种星气。啊，但是你这个地方来说的话，你说八白星的这个星气在这里，这个星气在这里来说，有可能呢，你这个本身来说也没有说什么很多的东西去加强，是吧？或者就是说有些小物品啊，你的小物品你可以摆弄摆弄，啊，摆弄摆弄是可以，这符合杀的一个力量，啊，但是这个空间呢也不太适合放植物，是不是？那么还有来说的话呢，这个六在西南方。西南方的话呢，像这个空间的话呢，我们所讲的，本身这个西南方呢，哎，它就是有这个条件，这个电视机压着，本身又是凸，所以说这一年来说，这个我们所讲的就是2019年、2018年的时候，这个坤宫，这个六白星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加强的话呢，这个星气加强的话，就是我们所讲的坤宫的它本身，它就是主财库，这一年呢，有可能存钱存的比较不错，是吧？理财理的不错，啊，开源节流节的不错。啊，这个钱财能够比较这一年来说是一个很好，就是储蓄啊，钱财储蓄资本来说的话呢，就是可以就是说有更多的一些余韵的一个年份，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这一年来说有可能存钱会不错，对吧？啊，它这个心气去加强的，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去看。那么在这个空间的话呢，哎，你在这个大太极不错的话，那其实整体来说的话，这个是主卧，我们看这个是主卧的空间。关于主人来说，主要是以存，就是家庭里面的经济来源的话，靠主人位来去生财有道，或者来去存钱。那其实如果这个是空间呢，在其他的一个，这个是另外一个，比如说是这个空间呢，它有可能对于他来说讲的话，这一年来说的话呢，他这个助力他也不大啊。比如说住这个空间呢，他比较能存钱，住这个空间的话呢，他存钱他是存。但是始终来说的，就是没有这个存的那么明显，或者是说在存钱
钱财入库的话，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啊，这个空间那么明显，因为它这个是纳坤气，这个心气对于它来说的话，这个起到的作用力就不大啊。一说到钱就有思路了，是吧？对吧？那像这个空间它也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本身坤坤门，但是这一年呢它是吉星，吉星的话就算你存钱的话，这三个住这三个空间啊，住这三个空间我们来去看的话，它存钱能力够强的话，也是住这边的空间的存钱能力够强，这两个空间相对来说就是说存还是存，存的少啊，存还是可以存，存的是少一点，它可以这样去看。假如是说我们所讲的这个是西南方是二黑零的这个地方的话呢，那其实我们所讲的这一年呢它开支的消耗来说会更大，或者说病灶之机会更多，有可能是因为身体上的一些啊一些病症啊，或者是住院啊，或者花销啊等之类的，就会钱它就会耗出去啊，吃药等等之类的，它也可以因这样的一个相啊，以这个相去看。那么其实我们的很多的空间其实都是一样的，你抓取任何一个空间，你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是吧？你把这个就把这些东西呢，你啊在你的那个图纸上示意出来一放，比如说随便就是放在这个空间啊。当然来说的话，就是这上北啊，这是上北啊，上北下南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调一个个旋转一下啊，有的同学有可能搞得清楚一点啊。当然来说的话呢，吉星在哪里呢？吉星来说的是一个是在这边啊，一个是在这里，一个是在这里，对不对啊？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东南方，东南方的话，如果你像这个地方呢它是凸而且也有照，那这一年来说的帮助性的就不错。这个地方来说呢，我们所讲的又是什么呢？它这是西南方，西南方虽然没有照，但是凸的，在这个空间的体来说的话，这一年的话呢，这两个方面来说帮助的助力来说是相对比较大，对吧？那西北方的话呢，我们所讲的这边本身来说是它，而且它有点缺角啊，它空间呢也没有很多的在这里面去，好像没有什么很多东西去弄。那么其实来说像这个空间的话呢，它本身这个西北它放电脑不太合适的，这个这一年份的话这个地方就不要放电脑，对吧？它就不要搞电脑搞到这里了。甚至来说的话，你这边本身来说啊，现在本身是笔记本用的啊，你就是台式机的那个东西不要用了啊，就是用笔记本也行。那么在这边上来说的话，有可能呢或者放些鱼缸或者怎么样的，它也能够体现出来一些效果啊。这个就是用水啊，在我们所讲的2018年的话呢，就是用水来去吹动这个空间。你是通过大太极，对不对？大太极来去看的。那小太极来说，我们所看的话呢，其实像这个空间的话呢，来，它一呢本身就是窗户，空间虽小，这空间虽小啊，虽小的话呢，但是呢，它也有一个心气能够纳得过来。这个一白这个心气呢，在这块的进来的一个心气是一白的心气可以进得来，对吧？啊，一白的心气。那其实像这个空间的话呢，我们所讲的，哎，这是西南方，那么它本身开门本身的体比较差一点的啊，但是它本身来说它还是花销是比较大，是吧？花销开销是个人的，是有这种很有意思的这种开销，但是始终来说的话呢啊，最终来说还是能够控管啊，还是控管，就是还是会理财，花是花，但是来说还是理得到财。但是今年来说呢，有可能就是说呢，这个星期来说六白，是吧？但是你的小太极来说，有可能就是理得没有其他的空间那么好，不像这个空间，如果这是两个人住的话呢，那其实这个空间，假如这个空间呢它的面积也有那么大一点的，不是这种小主卧的话呢，它有可能它这一年的这个理财的能力啊要比它要强啊，有节制，这种思路大概能够对得上吧。这个心气的用法其实就可以这样去用，能不能对应得上？有没有问题？差不多能够理解吧。其实这个悬空的话呢，就是说它那个心气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话，你结合沙水呢，原来有的同学学完这个整个的课程体系的话呢，你知道那个沙水的话，然后再结合这个飞心啊，这个心气它的急在你的空间，就是在你的空间它有条件去催发，那这一年的话你找出那几个吉星，你比如说像我们这样框出来的话呢，168找出来了啊，这是2018年的168，它有条件去做更多的一些推动的，对不对？
那到时候下一年的话呢，它又下一年同样是乾宫可以见水的，但是下一年它这个星期就会变了呢，是吧？那星期就会变了，对不对？它这个地方就是饿了，但是饿了你再放水的话不是不能放啊，它不是不能放，但是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它没有那么明显啊，它没有那么明显。所以这个悬空呢，就是悬空直白绝嘛，它就是主要是做一种吹啊，吹吉吹贵啊，就是吹，是吧？吹发为主的。我们吹发当然要找了有利的条件去吹，你首先在这里面呢，就是把这个思路啊，我再把它捋一下给你们说讲，你们抓住几个重点。要用这个东西的话，你们就抓住几个重点。第一，是吧？你首先得分析你的空间的体，分析空间，是吧？你首先要分析空间，找出这个有利的啊，找出就是首先呢，第一来说，首先我们说应该是说是排盘啊，啊排飞星盘，排盘啊。第二来说就是找出这个吉星，排盘找出吉星，是吧？第三来说是你在分析你的空间啊，分析空间。你分析空间的话，就是看这个空间当中呢，它这个地方那个吉星到你的空间有没有可啊，就是可利用的一个条件。第四就是说，你这分析空间呢，就是找出它的有利条件，有利条件，找它的有利空间的有利条件，分析空间再找空间的有利条件啊。第五来说的话呢，你就可以是怎么呢，就把这个吉星啊，结合空间找出你空间的有利条件。那么第五的话呢，你就是结合我们所讲的符合沙水的原理，按沙水这个体啊，按沙水为体啊来去催发，能够理解了没有啊？你首先如果就是有这个步骤，我相信来说你们应该会比较清楚一点啊。排盘2018年，那2019年的盘怎么排，是吧？2020年的盘怎么排？排了以后呢，的吉星你找出来是哪几个方位啊？像今年来说只有什么呢？啊，今年都只有三个吉星的方位。那明年2019年的话，它是相当于来说应该是一入中了，对不对？一入中的话那边是二了，一入中的话呢，同样来说的话，它也只有三个吉星的一个啊。那我就在这个三个吉星的地方看有没有条件可以去做一个催发。啊，然后第三的话呢，就是刚开始我们说，就是已经是进入到你的分析空间，你的空间呢，这个在你的这种空间，啊，它有条件，它可以催动的话呢，哎，你就是结合我们所讲的这种方式，啊，用一些物品，这个物品呢要符合沙水，符合沙水这个它的体，啊，符合沙水这个为，就是沙水的本质，来去催动，是吧？来去催动，来去做催发。是不是啊？所以其实抓取来的话呢，这个有可能是这一期稍微又是以从这个角度去跟你们去分解啊，有可能这一期的原来的那一期的话没有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去做分解这些用，但这些东西呢就是完全就是用的层面了。那么如果是说哎，空间调理怎么调理啊，你用这个比如说执年非新的心气的去调理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每个空间不一样，那你的调理的手法啊，在空间所表现的其实就是不一样，但是思路是一样的，对吧？你如果这种年份的哎思路搞清楚了，那往后几年你都可以啊，往后 N 年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只是通过什么，通过悬空飞星啊，通过这个执念飞星，它只是通过这一种方式而已。这种方式呢，执念飞星的吉星是吧，执念这个吉星来去用天时结合你的空间，用天再跟地啊做结合来去做一个催发。但这种催发来说也并非完全就是说是哎呀有的地方很明显，它始终来说还是要靠你的体够不够强啊，有没有这个可用的条件去做一个催动。如果你体没有，再者来说哎你的体有了，但是你人怎么样呢啊，关于你这个人还行不行，是不是？
那你催发出来的话，那个效果好与坏的，真的有时候还根据人来去，啊，根据我们所讲的人，啊，从人的角度来去看。那么再者来说的话，你像空间来说，如果真正来说，哎，你光是找吉星这些东西呢，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本身是属于用嘛，用的话呢，它不是说没有用，它都是有用。但是这种用的话呢，啊，像昨天晚上南师他所讲的，一切唯心造，啊。一切唯心造，你家里面的空间的风水就算差的话呢，你只要往好的层面去想啊，或者是往好的层面去修啊，它反局呢它也不会是说有你们所想象的那么糟糕啊，甚至原来我们所讲的就算佛堂是反局的话呢，它为什么同样你的空间的磁场一样的可以怎么样的啊，一样的可以啊有好的能量去加持，但是呢它该应的一些相肯定还是有，只是说轻一点啊，但是它发挥就是解决你空间的一些问题来说，永远大于你那些啊不好的一些，极大于凶啊，极大于凶，是吧？啊，所以呢，这个是属于呢空间上的一些事情呢，就是在这里面呢跟你们去所讲的一些思路。但是我们还在回过来再去看这个星气啊，它所代表的一些东西。那么吉星的话呢，首先在这里面的话呢，就是贪狼是吉的，啊，对吧？这是中性的，啊，这两个是凶的，啊，这是中性的，所以说这是一、二、三、四，是吧？一，啊，一、二、三、四，啊，一是吉的，两个是凶的，一个是中性的，对吧？这中性的。那么三呢，它本身来说你们要去看的话，首先来说我们说用直白用直念飞星的话呢，首先你必须得要对它这个数要搞得清楚，禄存星是对应到正卦三弊，是吧？它主哪些方面的一些事情为主啊。思虑星文曲啊，它是后天的巽卦，它对应这个颜色就是绿色，主文昌桃花，对吧？它也有这一方面的事情。中性星它有可以用于催考运啊，催考运，所以它这里面什么三四配成的有这个有什么啊，这三四的去配合啊，它有一定的一个象对应出来。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来说，在我来看的话，这种对应的这种配对的这种象的话，我一般不去用啊。像这种方式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讲的，比如说的有些是六七所配合的怎么样呢，是不是？还有些呢三八四八有破坏性呢，它就是那个直年飞星跟宰命飞星所配合出来的一个它的一个组合的话呢，它就会去看啊，这个是有不好有好啊，以这方面为主，是吧？啊，所以我们正常真正实际的去用的话呢，我个人去建议去用的话呢，就是以刚开始的我们所讲这个思路，你直接以这个最直接的方式去用啊，最直接的方式去用啊，这是直年飞星来说你是完全是可以以这种思路去用的。但是宰命飞星的话，到后面我们所讲宰命飞星的话呢，它有可能就是说呢，商品房你就不好方便去立它的，很多来说就是搞不清楚啊，那个比较方正的房子还好，比较方正的房子还好啊。如果碰到是我们所讲的，比如说像这种空间，好像刚开始看了一个，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空间，哎，像这样的空间，他开门的说是，对吧？他开门的时候，如果你在楼上啊，我们先不说一楼啊，我们比如说在楼上的话，比如说十楼的话呢，哎，像这个空间，他这个镜你这个距离这个啊房子的它整个的小这栋楼的一个大门呢，就是从这里进，那么你看到它这种也很模棱两可，它到底是东西向呢，还是南北向，还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是前三巽，是吧？还是前三巽向等等之类的。那其实这个坐下来说，你有可能你就会容易模糊。如果是他坐向，如果是说你自己干什么呢？坐向你自己把握不准确的话呢，
那这个后面呢，它属于这个载命飞星的拍盘，你就用不上，啊，就用不上。所以载命飞星的话呢，我一般是，一般是不怎么用啊。载命飞星的盘一般我是不怎么用，要用的话呢，一般也就是说通过在直连飞星这块的话去考虑用的东西多一点啊，以直连飞星为主。啊，我们再回到这里面来去看这个直连飞星的。那直连飞星呢，刚开始的所讲的是四，它是属于文曲。那这个五来说是什么呢？五的话呢，它其实就是连真星啊，啊，无卦，啊，没有卦，对吧？它本身来说，原来就是说按照正常的那个洛书数，五呢是在中宫啊，属于那个我们所讲那个太极点的一个位置，中宫。那么这里面的光色呢，它就是说是黄色之故啊，五黄星。流年飞星的为大凶啊，星气的话呢，所以这一年的话呢就是主意外破财等等之类的。那么我们再结合这个五的这个数来对应到空间来去看一下啊，对应到这个空间来去看一下。比如说五在哪里的啊，好，我们把这个啊，比如说是像这样的2018年五呢就在坎宫啊，五就在坎宫，是吧？五在坎宫的话呢，也可能就是说呢，像原来的话呢，像那个什么呢，就是像那种，比如说像这个空间，像这个空间，啊，这个空间是怎么样的？这个空间呢，它首先第一个是窗户，坎窗，对吧？然后坤，啊，但是主要来说是在北面，啊，在北面。如果你看到，假如这个是北面的卫生间。啊，北面的卫生间，那么这个是属于大太极，这是小太极。那么其实坎呢，它就是今年的星气呢，就是五黄，就是五黄所临的一个地方。那所以住这两个房间的这两个房间呢，它的这种问题点就会比较多，啊，所存在的一个问题点就会比较多，而且又是开坤门。是吧？开坤门，在这里面我们所讲的五黄是什么呢？它所对应到就是意外啦、破财啦，是吧？重病啊，有的甚至说是啊，这个死亡大凶星之意啊。但是我们风水学的话，我们一般在我来去看的话，我们再去用的话，一般我们就不会论那种非常严重的一些事情啊。你看阳宅风水的话，我是建议啊，不要往那种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去论，懂了没有？啊，不要往人身上非常严重的事情去论，能够明白吗？因为我们所讲的就是说的，你们去看空间的话呢，因为阳宅它客观来讲，就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呢，阳宅呢它只是影响到这个人其中的一个，是吧？一个因素，只是说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阳宅，我原来我跟你们所讲的还有阴宅，是吧？还有包括你的命理啊，后期你的名字啊，或者择日等等之类的，对吧？就属于这方面的后期所对应到的一些事情。或者你的择日的话，择日还可以，哎，你的那个取家择日，啊，进火择日，或者是开业择日，择日的啊，修造等等之类的，它对你这个是不是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产生的影响对人的，这是外因所产生的一个影响，有如。此之多，命理来说有可能还属于这个内因，那其他来说有可能都是在我们来去看的，有可能是属于外因的这个层面比较多。那影响人的外因那么多，那你想通过一个阳宅的空间，你来去通过这个空间，比如说就通过这个空间，你来下很强的一个论断，比较差的一个论断，比如说很大的一个灾，是吧？就是说是用一个啊，你们来去论断出来了以后，就是变成一个暗示。对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帮助，一个注意。而且我啊，在哪一个方面
啊，在哪些方面来说，自己来说的话呢，啊，就是在哪些方面来说多注意。比如说在哪些方面，那些方面你也不要把它说得太严重，啊，比如说我们所讲的这个知道，啊，他的比如说肝脏的一些问题啊，有可能那一年的少喝酒嘛，或者干什么的，是吧？说得人性化一点，啊，不然的话呢，就是你喝酒本身容易伤肝，但是你的空间的正卦本身就是，啊，主肝脏的一个系统，它以后来说的话呢，就是以后会，啊。有些病的就会闹成实病，如果就是说那个年份你要多去注意啊，为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啊，多去啊，到那种年份的话呢，一年多搞那么一两次检查啊，一年一次至少吧，啊，搞一次这个检查，看年终还是怎么样的，就对身体做检查的时候，你的肝脏这块多去啊，留个心眼啊，留个心。你就是这样去引导建议人家，你不能一说哇你这一年的话你这肝不行啊，或者是我们所讲的就是啊肝癌，你跟人家说你不把人家吓死去是吧，啊，或者肝硬化啊，其实也就是属于那些东西的，你不能说这个事情啊，你那一年你容易胃出血那种肝是吧，啊，肝的话你喝酒伤肝，你那年肝就会喝出很大的毛病出来啊。不是说我们本身这个风水学它就不可能就是说从论断当中论到那么死的一个层面，我们就算是看出来那么死的层面，你在想的话一般你们看的死的层面都是以什么呢，以凶的去论人家的这个啊，就是叫什么呢，铁口直断啊，都是铁口断的，就是断凶的东西铁口直断，是不是，就是真正来说你们往极的方面铁口直断的话，你们一般来说你还没有这种能力啊，你玩书有可能还玩不出那么好的感觉，你一般就是就讲人家的毛病多，是不是，你们自己有没有发现，这学术的话你有可能就是说啊，在论断的时候你就是啊，你这种空间哇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难得说几个好的地方，本身空间确实难得几个好的地方啊，我们在所讲的那有什么办法呢，啊，你是不是得要好的引导，所以引导性是很重要的。那空间呢，它这个你们在想呢，它很多的空间它确实不可能决定到人的所有的一个层面的一些决定不到的啊，但是它就是说一个信息载体它是有很强的一个影响，很强的影响，但是就被你说成很绝对的就不行了啊，不行了。风水学呢，我们所讲的就是在这些年的话我说的其实本身也就是说跟大家去沟通啊的一种学理上的一个载体，是吧，学理上的一个载体的话呢，有可能跟你们再去啊聊天讲这些事情的话呢，啊，有的讲了很多的，不仅只是讲风水上的一些事情，也讲了蛮多层面一些东西啊，或者引导大家呢多去看书啊，多去干什么的，是吧，都是抛砖引玉的话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很多人能够在这里面的话呢能够自己提升的层面的更多啊，提升的层面更多，包括你们说锻炼身体啦，干什么呢，是吧，你是讲的风水这个东西呢，哎呀有些是讲身体上的问题啊，身体上的问题你得要锻炼身体，锻炼身体的话你们自己有几个锻炼身体的，是吧，有几个锻炼身体的，因为我最近我发现的比如说是吧李运全峰啊，这两个家伙的话我也问过，是吧，正好这段时间也过来了，你问过了没，打个金刚功会打不打，打啊，打了多久了，有的说打了几个月了，你们有同学打了金刚功的打个一出来啊，还有同学打金刚功的吗，啊，凯乐打的就一个啊，全峰李运不用打了啊，不用打一啊，还有几个就凯乐一个是吧，就没有了啊，邓丽君也没打过，方婷也没打过啊，金刚功啊，八部金刚功张志顺道长的啊也没打过，是吧，有的同学打，你看你不管是全峰还是李云，我说的，我说你们打一套给我看一下啊，在我面前跟我练了几下把式啊，最开始是那一次是吧全峰练出来那个把式的话呢，八个动作每一个动作是到位的，你说你们打了有什么用呢，一点用都没有，是吧，
啊，昨天我就叫李云云弄一下给我看一下，李云云弄出来也是不行，啊，同样，啊，那打起没点用，是吧？说是说，哎，那个金刚功有用没用？有用，但是你为什么你打不到位？你打不到位就没用，啊，资源也打是吧？你看，不管是拳风还是李云，打出来那个是吧？就是软趴趴的那种。你那个哪里对身体上起到帮助，你那个就是浪费时间在那里啊。张志顺道长的那个字不是那个字啊，是这个字啊，字顺啊，道号叫米金子是吧，张道长的话道号叫米金子啊，好，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啊。所以的就是这个东西呢，你一看你 一弄出来有视频的，你看现在学东西的话呢是吧，有视频啊，有说明，啊，你要书有书，要视频有视频，要讲解有讲解，人家的动作分解都有。但是为什么你们的这个知识那么丰富的一个年代，啊，但是为什么你们就还学不到？其实不难，非常非常简单的，有什么难的？那几个动作都很简单的东西，但是就是说你不注意去观察，不注意观察，原来的时候不就是给你一本书，画了一个图案，是吧？用了文字做一个这个讲解说明，那为什么人家能够学得到？你现在就是活生生的人把它拍成视频，那你就学不到。那你说还能怎么办？你说现在这种时代你学东西是很容易，但是为什么就是大家还学不会呢？你看很多情况就是学东西还是学不到位，还是学不会啊。广播体操，你广播体操你都做不到位，有很多的情况。所以那些东西做出来整个一套做下来的话，每个动作打五到七遍到九遍的话呢，就十分钟不到，或者十来分钟，而且场地就那么一点点大一个场地，又不要跑步，打出来那个身体上就是很不错的，对吧？很累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其实就是像风水学这些东西啊，我们在给大家所讲这些东西，其实在外面的很多资料都有。你看这种悬空的这种飞行的这些是吧，悬空飞行的这些事情的话呢，你们自己在看的话，在外面很多这样的书啊。但这个书的话，你真的来说你形成一个好的思路如何去用的话呢，啊，别人他也会讲，但是呢我在看的话没有一本书是我这样去讲这个悬空飞行的用的思路的，没有。它这个悬空飞行的，它这个飞行的这种，啊，这种飞行的这种盘是有没有问题？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每个人的对空间那个对这个，对这些他一个理解，你理解到了一定的程度呢，你知道它这个东西如何去用就可以了。术的东西它其实也不过是如此，是吧？但是它不是说没有用，啊，佛爷南佛爷他所讲的，他原来不是书上也讲的，那就是说备而不用，学了以后呢，这个东西很多的就是备而不用。啊，知道这个术不能解决很多一些问题，人的真正的问题从术当中呢是没有办法是啊求了义的，但是呢你不能说不会是吧？在世间当中的话，你要是也会啊，南师的命理啊也是很精的，是吧？很精通的啊，很精通的，对不对？啊。那一看的话呢，就是盘随便也可以给你排得出来，啊，那排出来的话也能够看很多一些事情，他也是不是能够看？就算不用那些修正到自己的这种啊自信功能的很多一些发起的话，就是单独用术他也能够看，啊，但是人家也说了是吧？就是说你真正来说修正到这种情况的话，你这个术其实可以说是根本就不用到术，他也能够查很多人的一些问题，那你的事情他的事情，但是也能够，对吧？你要想了解的话也能够知道，也有很多的，就是这个属于我们所讲的那个修正上的一些事情。所以这几天的话应该李运全方他们体会的比较深啊，讲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的话就开示的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术的东西它始终是本身就是有这个局限性的东西，局限性它就是说呢，它也不是说有的局限性的我们就不要去啊不要去用了，因为流传在世间的东西呢，流传在世间的东西呢，始终来说是有它的一个作用在里面，包括讲的啊，昨天晚上讲那个命理，八字命理这东西从上古就流传出来了，而不是说所谓的就是说什么从滴点水那什么的，应该是从上古就有。这东西流传下来的话，你到现在来说就是玩的就是皮毛，人家说的玩的就是皮毛了，
啊，真正有用的话就是断，就定整个人的这种啊，真的定生死就完全是一点问题没有的，是吧？定生死完全一点问题没有啊，包括现在所讲的奇门也是一样的啊，昨天也在讲这事情，本身就是用于行军打仗布阵搞的，你现在来说就是变成就是只是搞占卜了啊，只是搞这个事情的，你搞这个事情来说的话呢，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啊？大材小用，而且还用不好，是吧？而你想用到那好的层面来说，你还没有这个机缘能够学到那么好的一个术啊，用于在做这方面的一个啊一些事情，你还学不到，它也不是不行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关键就是说，我们现在学风水的话，那这个这些星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九个星期出来了以后的话呢，我们再对应到空间，我们怎么去隐身啊？隐身怎么隐身？我们怎么去对应空间呢？我们怎么去用这个几个星期把它用活，而不是说我了解到它的星期啊，哪个是吉的，哪个是凶的啊？简单就是好像这个好像它每年都在变，那你感觉我的空间也要跟着变？那如果你都是这种思路的话，你始终学不通了。学不透了啊，你不可能通透的，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再看的话，这个刚开始的所讲的是五，是吧？五黄，五黄的话对应到空间，刚开始所讲的，比如说像这个空间是一样的啊，像这个空间呢，像这种空间的大太极是不是有问题啊？这是五黄所临之方，2018年，所以呢，这一年的话呢，这种开门的话呢，问题就会相对会比较多，啊，星期就会比较多，啊，星期这个不吉的一些事情就会比较多，就是有很多一些意外，啊，很多的一些意外之灾，啊，五黄，啊，那所以我这个事情，我就突然我就想到什么呢？啊，想到应该李云你那个事情的话呢。是吧？家里面的老房子就是这个坎卦有问题，是吧？坎卦有问题的，啊，坎卦有问题，所以说在想起这东西突然串起来啊，也是一样的。嗯，坎卦有问题呢，你的坎卦还低陷见水，低陷又见水，是吧？那时候房子的后面还有那个树叶被去除掉了。所以今年的问题来说，也就是因这个五黄子的星期的东西对你影响比较大，啊，对你的影响比较大一点。属什么来的？啊，属什么来的？你还没走到那个，这个只是说星期的一个影响，这样属生的，是吧？嗯，它正好是什么的呢？我们再举个例子啊。简单，这思路跟你讲一下是吧？我们就是用一些图示表示一下就是了，是吧？就是第一线后面有个水，啊，门呢就是在这里。刚开始那个上北下南，来就把这个东西挪过来，放到这里来去看待一下。那其他的几个就删掉，是吧？五黄的星期就是在这里，你属的话属申，申是在哪里？申不就是西南方，是吧？西南方就是在这个地方，生肖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其实这个情况是吧，五黄首先这个2018年，这是五黄所临之方，凶气啊，它是不是先天看这是坎卦，先天有个坤啊，你是生的，生的是不是就是在坤宫啊？那其实这个星期的影响，天时的影响，五黄的影响，还有一个对这个坤卦先后年的坤啊，都产生个影响。所以今年来说就是啊，它属于天时的凶气来影响到你，而不是所谓的这种啊，不是所谓的这种以什么呢？以本我的，比如说是在2020什么呢？2020年啊，这种情况为主啊，它是直接就是说这一年的五黄的星期，它是以星期的影响，先后年的坤啊，先后年的坤去影响，所以呢啊，所为什么今年会容易出一些问题，身体上的一些事情啊，还好啊，这个事情
是啊，属于天使上的一些一个啊一些事情出来的啊。有时候想想，你平常也不会去做过多的分析。一般我们这对空间上的事情，不仅的去分析的太多，啊，分析太多的话呢，也就是说呢，就对应到就像人一样的，人一辈子的话呢，你分析的那么细，一辈子只要是人在世间，没有一个人是顺当的，啊，你只要是人在世间的话，人无完人嘛，你没有完人的话呢，那其实来说就是很多的毛病的缺点。这缺点来说的话就是干什么呢，如果你懂的话其实就是说啊，你时时去是自省，然后呢修正啊，经常干的就是这个事情啊，积功累德多了以后的话呢，自然来说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福报会积累啊，而且你的运各个方面的会改善啊，它这是从根底上去改，而不是说这通过我的这个你自己的本质不改，你自己的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本质是吧，你的本质不变，你的本质搞来搞去一点变化没有，天天就是穿个衣服啊，搞漂亮一点，搞帅一点是吧，配饰的比较漂亮一点，那这些东西的一天一个花样，你的本质还是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起不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帮助，只是说暂时的啊障眼法而已，那就是说你纯粹是用外用的东西，你不管你的本质你自己不去修正不去改善，你的外用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讲就是障眼法，它把你的表面的本质的东西给包裹起来啊，让别人看不到你的本质啊，甚至来说你连你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本质，因为你的包裹的东西的太多的一个用，那其实这个外用包裹的多了，在外面这一圈的话就是障碍你的嘛，障眼，我们所讲的障眼法。但如果是说你外用也能够加强，你的本质也能够改善，那这个用外用来说就真正起到一个大的帮助了，因为我们很多来说有可能就只会做到这一面，不会做到这一面，不会做到这，不会以这个体制啊，本我这个体制去做一个改变啊，这样去讲应该是给大家去引申一下啊，就是引申一下对于这些方面的一些思路，就是不管是从风水上摆物品啊，摆物品这个东西也跟你们讲，但是摆了以后真正怎么起作用啊，能起作用的啊，能起作用的啊，怎么去理解啊，所以我现在来说就是特别不迷信那些很多来说所谓的市面上的玩风水的大师啊这些东西的，那我就觉得如果他的理是通的，通的话呢，他如果只是从空间用的层面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始终来说局限性非常的大，他不是说没有效果啊，如果他再结合人的方面来说去那个的话呢，哎，那效果就不一样了，而且真正来说解决空间一些问题的话，你必须得要是我们所讲的就是说空间风水上的调理或者怎么样的，你更加去做的话呢啊，做局做什么的话呢，为什么我们需要跟客户去沟通啊，沟通的话有可能是首先让这个客户能够慢慢的在你的有效的引导下，不是所有的人啊，但有的人在有效的引导下呢，你这个啊对空间呢我这样给你去做规划，然后从哪些方面呢，你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从哪方面你要多去改善自己，或者从哪些方面去做一些我们所讲的首先影响别人，他慢慢来说他有所认识啊，首先不说改变啊，有所认识了以后，那你能够认可我给你去做的一些方法，然后你对自己的有所认识，到后期的以后这种空间以后居住进去的以后，甚至现在已经住进去了以后，然后住进去了以后你自己从这些方面来说多去做注意，多去做转变，那在配合这种方法的用的时候，其实这样的空间做风水的话呢，才真正来说能够起到一定好的效果啊，它就是人跟空间相结合，这个人的啊是心跟空间相结合，至少是他会拿了一部分东西出来去做改变啊，人本身啊的一些事情做了一些改变，这样的空间去处理的话呢，做调理的话呢，有可能才会收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效果，不然的话大家就是学的这些风水的话呢，你只会去做论断对吧，我只会哎呀这个一看很多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那些问题你能够论断出来了，但是能够改变吗啊，现在很多人在对于风水上的一个调理的经常叹气的就是什么啊，没有把握去跟你做什么做调理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啊，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绝对的把握说跟人家的空间呢做风水上做调理，把所有的问题给化解掉的啊。但是有些方面的问题随机缘而去做啊，有些方面它也能够得到一些改善啊，得到一些化解啊等等之类的。那化解来说，不是你完全是靠你的人为有多厉害的啊。好，这是五啊。六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六五取星的话呢，它是对应到乾卦，好的星系吉印是吧。这乾卦六白，星系是白的啊。六白的话，乾卦的话呢，乾它本身就是主啊，钱财也是一样的，主钱财也这个意思也有。乾卦呢，是不是乾为天象，为贵人相助之象啊？所以它本身来说，就是这个六白星呢，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星系啊。六白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星系啊，贵人财。那六白星的话呢，我们所讲的同样，你前面的思路搞懂了，再站后面来说，这个悬空这种飞行的这种星系的如何去使用，那思路就是一样的啊，思路就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像这种空间的话呢，你们自己啊，上北下南的，像这种空间的情况，它六在哪里呢？这个是六是吧，六就在这个地方啊，六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是我们在所讲的一个西南坤宫。那其实这个六白星在这个空间来说的话，也就是说像这种空间的话呢，你星期的六白星就算在这个地方的话，在大太极来说讲的话，你今年的话的这种催发来说的话呢，六白星期的好的星期在本身今年只有三个星期啊，三个星期。那其中呢，我们所讲的呢，九在中宫了，六呢缺的话呢，我们所讲的是吧，缺了以后，这个空间呢，你想用这个六来去推动空间的一些吉印的话呢，哎，达不成的，这六其实也就没有用了。像这种空间的六，它就起不到很大的一个作用。那如果从小太极来去看的话呢，哎，这个地方的话，看是不是小太极能够加强，从大的层面不能加强，哎，我们再退而求其次，再从小的层面再去加强，看能不能够加强，啊，1689，对不对？其实就是1689的话，其实都是通过哎。这种思路，大小的思路，如果大的在这方面呢是不错的，可以推动；小的呢，你也可以根据你的空间、你的主卧、你经常所用的一个空间，对应来说时间是最长的一个空间，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手法、这样的思路去做一些推动调整，啊，能够明白吗？但是始终来说的话呢，它的效果来说是大环境的影响，你的小的推动的话呢，顶多就是说是。化解到这种不好的一个心气对你的一个影响，假如你的命宫怎么怎么样呢啊之类的等等之类的啊，在这个空间得不到一个帮助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在你的小太极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化解，第二个来说就是催发是吧。风水不就是趋吉避凶嘛，趋吉避凶啊，对吧，就是催发啊，避凶化解，搞这个事情。那你首先在这个空间来说，你不要谈催发了，你就谈化解，懂了没有？其实这种来说就叫这个大的跟小的，这叫化解，这不叫催发啊，你们要搞清楚，懂了没有？在这里面我再把这个思路再去啊给你们再捋得清楚一点啊，捋得清楚。如果是说空间来说这边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你这个是大太极来说，这边来说，哎 ，OK， 你可以去做一个六白星的星气的去加强，它本身在这里面就已经做了一道手法，然后你从小太极的六白再去加强，那这个来说可以叫做催发，啊，这种情况的这种手法叫催发，能够理解吗？你其实做风水调理，你必须得要有这样的思路。你不然的话，你这好像人家的空间那么差，跟我吹一下财，吹一下吹那个。你首先来说，你的空间的体就是破的，啊，就是出问题的。你再去跟人家去弄的话，顶多是叫化解，你不能说是吹，你只能说是化，是吧？你不能说吹，能够理解不？啊，其实如果把这个字义的东西，啊，分解到空间来对应的时候。你们这样去理解应该就容易了，
这样思路是不是相对又清晰了一点？对于风水学，在我们所讲的，因为悬空这套系统就搞来搞去，它就是讲，是吧？它就是讲这些事情的。比如说在后面来说的话呢，这些叫什么呢？啊，有这些什么吹柜啊，啊，我们也会讲的吹吉吹柜啊，是不是？他就讲这些，但是你空间就是，如果你没有刚开始的我所讲的这种概念、这种思路的话，你不知道空间哪些是吹，哪些是画。啊，你搞不清楚的，对不对？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假如这个地方开坎门，那坎卦如果是好的话，是不是也容易得财，贵人运也比较强？那你说你跟我吹个贵人运吧，那人家本身来说，这个就是出了问题，你顶多是化小人，你化解那个小人都是吧？你尽量化把小人化，啊，化的到位一点。啊，画的多一点。你比如说，就算这边是开门了，这边再弄个灶啊。假如这个是这样子，有个灶去压这个地方，它这叫化解，不叫催发。啊，这思路一定要有啊，有这个思路吧。啊，所以呢，其实，在风水学的话呢，我在所讲的，有时候讲着讲着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些啊，这个思路跳出来啊。有可能会有一些思路跳出来，因为所以说每次讲关于风水上的一些课的话呢，其实就是相当于是讲一本书，是吧？这本书的话呢，只是把这个大纲给列出来，啊，列出这个大纲来说的话呢，我们就遵循这个大纲去做讲解。讲解的话，有可能是说我这一期讲解的东西呢，啊，它有可能又引申了很多一些案例。或者是说呢，又引申了一些我们所讲的当下来说，针对这个点这个案例的话呢，又有一些好的，就是不那个思路又重新又做一些好的一些梳理啊。比如说就像今天刚刚所讲的几个点，或者在上一堂课我们在所讲的，就翻过来再又讲那个什么前门生坎水，是吧？金生水，那收银台的一个事情。这思路的话，就是说呢，你们自己来说，再通过那个空间的比例的长短，它有些可用可不用，啊，有些可以达得到，有些达不到，啊，所以这就是，你要让我第二次再讲这个东西呢，有可能我也不一定讲得出来了，啊，昨天那佛爷他也是说讲了，你说那个金啊，当时一下子就灵感出来了，你要是再什么呢，你要再讲第二片的话呢，你讲不了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时代的话，好就好了，怎么样？我们就有这个很多的一些工具，你像录播啊，录屏啊，是吧？录这些东西的话，你录了以后，你也可以，啊，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十年前我是这样学风水的话，我肯定我要节省很多一些时间，啊，学这些东西，节省很多的时间，不然的话呢，你像现在原来那种光是翻翻书，那个老师跟着去，你看了去，有时候我们一堂课花两个小时。好像讲这个知识点，其实就是在不断的熏陶你们自己来说，对于我们所讲这些东西呢，更多一些认识，啊，更多一些认识。原来的话，你想以这种方式去学习去认识的话，你还没有这种条件呢。你现在去别的地方学的话呢，啊，讲风水讲这些东西的话呢，有可能很多就是直接你们所讲的就是干货嘛，直接跟你讲干货，但干货有些消化不了，啊，如果有些地方你跟我直接讲干货，我也消化不了，因为我。在某些方面你那个系统有可能我还不熟悉啊，这不熟悉是不是？你没有熟悉的话你就很难那个的啊，你可必须得要有一个过程，慢慢的找到那种学习的一个那个思路以后啊，再把它融会贯通啊，再去消化啊，然后再过一遍的话呢，看这个东西的话，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讲的风水学的，在很多方面人家所讲的干货呢，其实就是说点窍了嘛。这点这个窍，就像刚开始我们所讲悬空的那个点啊，看空间的一些心气的问题能不能用，可以用的啊，用了以后的话其实就是点窍了。对于这个悬空飞星的这个执念飞星的啊，是吧？执念飞星来说就是一个点窍的一个，就是点窍的这么一个方法啊。其次的话呢，我们所讲的啊，所以这个心气的话你们一定要去记啊，有些东西呢，但是最简单的其实我已经讲了，
但是你不要说简单的东西啊，我已经给你梳理出来，不就是1689是吧，2357是吧，2357凶，44中心星，你清楚了这个点，好像那我这个不用去管也没所谓，是可以没所谓是吧，啊，但是如果你了解了它的，比如说它的对应的一些事情，它一些现象多的话呢，啊，有可能你会玩得更加细。破军星的话呢，它就是对卦，啊，颜色是赤色，是吧？星气呢，我们所讲七次星，星气是赤色，主这些口舌，它本身就是属于对卦嘛，官非口舌之类的，凶星，啊，凶星一般都是避的。啊，我们就说避的，躲避，啊，七次的话，你像2018年的话，在哪里？在东面，啊，在东面。如果是说我们所讲的东面开门，啊，像那种开东门的很多嘛，对不对？我们的空间开东门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东面开门的那种空间，上，比如说这，比如说这是上南，啊，比如说就是这个这是南，那这边来说就是东了。啊，东面开门的话呢，有可能像这个门的话呢，是它也有可能，西面如果又没有什么有利的条件，东面开门的话呢，反局它也会容易出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出这样的，我们所讲的这个应这样的不好的一些事情，啊，这属于这个悬空飞行的星气遁到空间上的一个它的一个用法，啊。七次星，所以其实像这里面它也有很多了啊。这个除了这个星气的话呢，其实再结合空间的以后，你们对它这个五行的一个理解的话，啊，也可以理解的更多，啊，像昨天在问那个事情，就五行的话呢，我们所讲的，像那种叫什么，啊，还有一种五行的话呢。大表哥没到，我一直忘记问他了，我不知道他说的那个五行是哪一种，下次找时间问他一下，啊，但是昨天我在讲的话就是五行，比如说是水、土、火、金、木，那这种排法的话，我就啊有时候得要琢磨，是吧？啊。这种排法的这种分布的方位啊，主要是分布的方位啊，它对应到的这是玄，这是黄，上古啊，临金，上古的时候一种排法的五行啊，这对应起来的话呢，就是其实对应到我们现在的五行呢，就是以这种方式为主，后天对应我们现在的所认识的五行啊，那时候的叫法不一样，是吧？那我们现在来说，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从什么时候把它精简过来，形成金木水火土了，啊。这个对应的话呢，如果是讲相生的话，就是还是金生水，是吧？水生木，木生火，啊，火生土，那土生金，啊，但这种来说的话，就是很有意思啊。它这种分布的，如果是说克的话呢，啊，如果是说克的话呢，它这种好像是没有很多的一些规律，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规律，啊，比如说木克土，是吧？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哎，它形成是这种关系，啊，一个是这种关系，这种如果是分布在四周的话，就形成一个这种关系，啊。还有这种五行，所以有很多东西的接触的一些知识的话呢，是啊，有时候会碰得到啊，啊，就是说所分布的方位啊，所分布的这样的方位，这些有可能在别的地方也看不到，啊，看不到这些东西，只是说碰到这种事，最近有时候在用一些事情的话，用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有时候会琢磨，去推敲，当时只是说不是很确定。啊，比如说那个水是为什么是，啊，玄代表水是吧？啊，黄的代表土容易理解，
啊，零呢其实就是代表火，有的时候这个火啊跟那个什么有点啊不太确定啊，不太确定啊，讲灵气就是火星重嘛，主传播这些东西的，这种五行为火啊，金就是水啊，水土，这个分享这个没有别的东西分享，这种层面的东西呢，对于你们现在来说也用不到。他这个层面像刚开始所讲那种层面的事情呢，不是说我们用这样的五行来去想空间一些事情，像那些的话呢，是属于在用到其他的层面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所用到的这种东西啊，做一些化学阵法方面做了一些事情。八的话呢，我们所讲的八白，八白左辅星，左辅跟右弼的话呢，我们所讲的这两个星系的话呢，其实这个洛书九星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北斗七星嘛，是吧？北斗七星一个勺子一样的啊，北斗七星的这七颗星，然后还有左辅右弼啊，一个左辅一个右弼，两个星系对应起来它就是九星啊。所以你们看的很多来说的，在风水学里面讲到九星啊等等之类的，还有的话呢说是用的是什么北斗系统啊，北斗七星的这种系统，像那个天星里面呢就是用这个北斗七星的这套系统去玩的，但是其实来说的话搞来搞去还是九星嘛，啊搞来搞去还是九星，但是这左辅右弼的话是啊隐而不见而已，就是一般是看不见啊。那八白星的话呢，它就是对应到我们的后天的宫位来说，如果通过这个八卦的宫位去对应的话呢，就是艮卦啊。八白星这种星系的一般是主财，这里面所讲的偏财啊、考运贵人这些东西，只是说是相对来说是啊，不是完全很固定的一种说啊，一种这种卦象的解读啊，它是比较活的啊，比较活的。所以流年用这个催财的效果呢，用八白，他说是心气，如果是用心气来去催的话呢，八白星是比较不错的啊，催财的方式方法。那其实在看空间的话呢，八白星的话呢，这个是在哪里呢？东南方啊，东南方。你说东南方2018年呢在东南方啊，2018年在东南方，但是其实来说的话呢，我们所讲如果是说啊，他八白星如果催财比较好的话呢，这碰到那个流年八白星，它能够正好到了什么东北方，东北方再放水啊，八白星到了这个地方再去放水去吹动，效果的有可能会更好一点。当然这些情况呢，我们一般不怎么去天天去琢磨这些事情去玩啊，像一般我们现在不怎么去琢磨这样的事情去玩啊，有时候我们就还是玩一些比较直接的东西啊，弄一些比较直接的东西，这些属于这个物品，属于在世间的，有可能大家来说，如果你跟客户去讲风水，他要讲吹空间呢、啊、调理空间呢、啊、哎，你有了你懂了这样的思路，你就算你原原本本讲给你的客户听，他听得哎呀你讲得很专业，通过这种层面的话呢，他也能够对你产生很多一些信任度啊，他产生信任度了以后呢，他有些方面来说只是说便于大家去签单了啊，但是你是根本性的东西的话呢，你也知道啊，它哪些东西达得到，哪些东西达不到啊。因为我们所讲的真正来说，你跟客户来说是不是所有的话都讲了，也不可能所有的话都讲，就算你懂得风水，了解的风水啊，或者懂了很多一些东西呢，你为什么都还会是我们所讲的都会啊，不说见人说人话啊，见鬼说鬼话，我们所讲的就是说呢，你会挑一些话，挑一些事可以跟客户去讲，对吧？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还是啊，昨天所讲的那十个字可以用到今天这里面来的，就是谨言慎行，对不对？谨言慎行是不是可以用过来啊？就说你这个谨言嘛，谨言啊，慎行，言行，跟人家沟通都是讲这样的啊，
你真的来说，你风水学这些东西呢，不管从悬空这个执念非心可以论断一些事情，结合或者沙水或者刑罚等等之类的，论断了很多一些事情很细腻。你难道真的所有的事情都会去跟人家去讲故事一样去讲吗？也不一定。但是有可能你玩得很细的话，空间其实它就可以串联成一个故事，是吧？但是你们做案例分析的时候，你可以多去分析的细点，没关系。因为就是分析的细的话，说明来说就看你的思路活不活，思路达到还是没达到啊。达到的话呢，有可能呢你们自己来说的以后再学东西啊，学风水这一块的啊，你就会玩的理解空间就会越熟，玩的越活而已。八在这里，你看，你像这个空间来说，它也是什么，不是说是以水来去吹，它就来的没那么快，啊，来的没那么快。九紫的话呢，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右臂星，啊，右臂星，右臂星的话呢，它是洛书是吧？九，它就是离卦。这个九紫的星气呢，一般是紫，红的发紫了，啊，所以这个是都是讲吉的一些事情，啊，也讲名望喜庆，啊，以这个去催发的话呢，所以说是，如果是说离卦非常不错，是吧？这个人一定很有名气嘛，啊，主名气，有声望，啊，主名气有声望，他本身来说有名气，他为什么会有名气呢？啊，比如说为什么会有声望呢？啊，比如说有名气，有名气，为什么呢？是不是？首先来说，他是不是他就是说的自己做很多的事情，他的一些事情得以很多的事情啊，个人的一些所做的一些事情能够传播出开，能够把它传播出去。啊，就算你默默的做事情，啊，他比较好，哎，他也能够做出名气。嗯，有人会帮你去传播啊，有可能不是你主动传播，也有可能是一种被动传播。容易传播了以后呢，你自然就会有名望名气。所以离卦的话呢，在我们所讲主传播的话，也主这个信息的一个流通，是吧？对吧？它也主信息的流通，所以它也主这个来说，在后期来说，我们所讲了杀手以后呢，也讲销售这一块的销售啊，销售方面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渠道的一个传播。它其实很多的事情呢，它都是。啊，讲到后面来说，你风水学玩透了，不说那种透，玩到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呢，了解的多了以后，很多东西它是相互来说就是共通的，可以把它串联起来的，啊，可以把它串联起来。所以这几个星气，啊，回转过来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呢，这个执念非心的，啊，你们要了解的话呢，就是如果是讲简单的层面来说讲的话呢，1689呢，啊。为吉，2357为凶，是吧？为凶，还有一颗思虑星的中性星，啊，中性星呢，它就是用吉则吉，用凶它则凶，对不对？用吉则吉，啊，7969啊，破坏性，啊，其实来说的话，这个是在后面来说，我们要配合到那种。载明飞星啊，如果是你看比如说有同学在问到，我们就提前把这个东西简单的把这个东西啊罗列出来啊。啊，把它对应出来啊，对应到后面。比如说像这种，啊，啊，嗯，再拿一个啊，像这种嘛，就先是看这个盘，啊，先是看这个盘就是的。比如说坐北朝南的房子，坐北朝南的房子，刚开始所讲的一个79，啊，有79所对应的吗？嗯，有七有九。
我们所讲的啊，比如说是找几个宫位的那种凶星，比如说这个是坎仔，08年，是吧？08年，上南下北是吧？左东右西，如果是像这种情况呢，它是什么呢？这个是在西面的话呢，比如说是有灶，这个是。有灶是吧？比如说这个上面这个是流年啊，这是子年啊，这是子年，子年飞星，上面是子年的飞星啊，这是宰命，坎仔嘛，一白就是坎仔。那么像这个情况呢，我们所讲的坎仔的话呢，它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西对宫啊。比如说是干什么呢？西面对宫呢有灶，啊，这三跟三相配了，这一年的话呢，是不是三本身就主凶星，对不对？啊，其实这个凶它更加明显，这个呢三的话呢，它就是属于我们所讲的心气呢是三必星，是吧？是不是就是凶星？啊，这是属于凶，啊，这空间的反了。能够理解吗？能不能理解这个事情？那比如说这个，还有来说的话，比如说这个是，啊，2011年的话呢，坐北朝南的房子，坐北朝南的话呢，虽然朝南的话呢，它不一定就是说，哎，它正好是离卦开门，啊，它有可能是比如说这个地方开门。啊，假如来说的话，它这边来说，我们也讲，啊，比如说反局的话，南面的话呢，它这个有个凶星，这里有个五黄星，啊，这种五黄的这是不变的啊，这个是本身看着就是这样排盘，啊，它这个排盘的，那其实严重的应该可以通过这个去看，两个五相排的话，这个是08年这种情况，如果这边是开门在这边开，但这边来说的话呢，我们所讲也是个灶。啊，或者怎么样呢？见杀了嘛？这个是啊，这边是灶，这边五黄的这个是五黄，就是五黄是凶星，五黄星，啊，这个星气呢是凶的，那其实这一年的话呢，问题又特别的多。08年呢，我们说讲了，其实这个排盘的话有个什么呢？如果你要是说结合你的房子呢，什么这个宅那个宅去看的话呢，一般我们很少这样去结合。我一般不去结合这个事情去看，啊，有些方面来说，我们也到后面去讲的时候，他去推理的时候，还是有些方面有局限性，啊，有些有局限性。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干什么呢？我们主要了解到它的，还是首先你要把它这个几个星气来说的话呢，吉的跟凶的，啊，我们首先要把它搞清楚，啊，吉的星气跟凶的星气要把它搞清楚。你搞清楚了以后的话呢，我们所讲的你才知道到后面来说他去啊，在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要学会怎么去飞这个心啊。刚开始如果是你看呢，有的同学前面的一些学过的话呢，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思路啊，前面所讲的思路呢，已经是可以是说是一个很核心的东西了啊，就在我们在讲心气的时候，就讲了已经它用的层面，这种其实最核心的一个用的层面。那所以呢，我们也清楚了它的吉，心气的吉跟凶，啊，心气的吉跟凶。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简单再去了解一下它这个心它是怎么入中的，啊，心气怎么入中的？那这个入中的话，这个方式的话呢，我们的有两种方法。一种来说是我们所讲的排山掌，排山掌的话呢，这是一般来说的话呢，是有些也是属于很多的方法，有些方式的一些共法，啊，一些共法，这种来说的话就是你们自己去算一下，啊，算一下，啊，排山掌的话呢，比如说2018年，刚开始我们所讲的这2018年呢，它是出一个九，我们要先算这个什么入中的话，你首先要。知道这个排山掌，就像你拿个左手出来是吧，你去罗列一下，这是什么呢？这是食指，这是中指，啊，这是无名指，
你可以对应到你的每个指头的话呢，这是指尖，是吧？指尖的地方，然后呢，从这里去断开，那下面的就是，这是一个关节、两个关节、三个关节，对不对？三个关节，然后呢，这一块呢就是关节，下面就是手掌，这块呢其实就是一个手掌的地方，手掌的地方呢，这里是不是有那个手掌，就是跟你那个关节所。手掌跟你那个手指所关的一些地方，当然还有一个尾指，是吧？尾指有可能也是在这边，但是尾指来说我们就不表示出来了啊。那这里面的话你去对应的话，你可以写什么1234567890，对不对啊？所写出来，如果你用手也可以写出来啊，写的花了你的手，那你要清楚的话就是1234567890，那掐手指头，但是一般我们真的不弄这个事情啊，搞得有点太，感觉来说有点好像是现在别人看上去有点怪异神神叨叨，但是你要头脑里面要有这个盘，或者说你实在手上有纸很方便啊，一算就算出来。那他这2018年的话呢，他是首先我们要求的他一个余数，这里面他有个重点，就是说呢余数啊，余数去逆推啊，它是比如说它这个除了什么呢，它就相除了以后你的余数是多少，余数它就逆推，比如说余二就往这里去逆推两位，所以这个就是九，是不是？它是1955年啊，我们所讲的啊，比如说我们讲2018年，来算一下，2018除一个9，是吧？291821291418，上面这个你不用管，你只管余数啊，这是384936，是吧？余数就是2，那么得到一个2，不是2入中啊，得了这个2这个数的话呢，我们就在这个排山掌上面，这是1，这是2，逆推到第二位得到了，就是对应到这个九，那这个2018年就是刚开始我们所讲的这个九入中，能够明白没有？能不能够明白？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呢，就是说啊，比较直接的一点，就是2018，那就是2+0+1+8，得数的是什么呢？这个2+0+1+8呢，这是什么呢？等于11。我们呢就是用11呢再减这个11啊，当然这个来说我们不说直接减11，它是减1+1，而把这11的话呢，大于10以上的数，大于9以上的数，应该是就是9，大于9以上的数的话呢，两位数你再相加得到一个个位数，你只要是两位数的话你要得到一个个位数啊，所以这个得到一个个位数的话呢，这里面呢就是2，就是变成11-2了，就等于9，这个9就不用逆推了啊，它直接就是干什么呢，它直接就是9入中，这里面就不需要记排山掌，就直接9入中，这又是另外一种方法，搞明白没有？明白没有？记下来没有啊？没搞明白的打个二。其实这些都是属于这种啊计算的这个数数的一些简单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计算方式而已啊。还有几个打二的啊，其实也就是在这堂课啊后面结尾的时候啊，这几分钟的话呢，没明白回去啊听录音啊。这是我们所讲的啊，群雅他所讲的这个答案的，还有其他同学有可能也会在这方面来说不太搞得清楚，其实也不难啊，非常的简单，是不是？你再算一个2019，你是多模拟几个2019，明年是几入中呢？如果我们用11减那个数的话呢，这2+1就是3，3+9
是不是就一十二，这里就等于一十二，一加二的就等于三，就十一减三呢，其实二零一九年的话就是八入中，对不对？到二零一九年就八，它其实呢就是我们一八年九入中，一九年八入中，其实它都是有规律的。那二零二零年的话呢就是七入中，是吧？二一年六入中，二二年五入中，啊，二二年呢就是形成一个元旦盘啊的那种盘。所以这里面的话呢，其实你只要找出一个的话呢，找出两个，你就知道它是怎么排下去的，几入中，很方便的，根本就不难啊，非常容易。这其实来说就是加减法，加法减法其实是属于什么小学生的一个水平，对吧？只是说这个思路的话，你懂得这个方法，你不就是说算个二零一八年，你算一下二零一九年，再算一下你二零二零年、二二年、二三年、二四年，你算个五六年、七八年，你算个几个数，做几个加减法，你不就知道了，对吧？这样的就知道了，你就首先来说知道几入中，对不对？啊，就很容易就是能够找得出来啊，它这个是啊，以哪个方式啊，以哪个去入了中，入了中了以后。我们其实还有一步，就是说是怎么去飞这个心啊，飞心的话，在原来的时候呢，有很多同学，这个是对应到他的九星的一个方式，是吧？他对应到的宫位，这个后天的个宫位，你比如说是五啊，六呢就是代表是乾卦五曲星，它就是对应到九星的一个名称，这里对应到的名称。八呢就是左辅星，是吧？对应到了名声。四呢就是文曲星，二呢就是巨门星，啊，代表坤卦。你可以把这三个，一个是树，一个是星，星气嘛，一个是卦，是吧？树、星、卦，你把它这几个做一个对应，九，啊，离卦，啊，右弼星，是吧？八。我们所讲的艮卦左辅星，要把这个东西把它记起来啊。如果加起来小于九，你加起来小于九，你十一加起来的小于九，就十一啊，就直接减那个数了嘛。你十一等于九，你就是等就是二入中。你十一是吧，减八小于九，那不就三入中啊，建敏知道了吗？对吧？其实就是加法啊，加减法啊，其实这个是不是就不难？入中后剩下的数怎么排啊？入了中以后的话呢，我们所讲的比如说是三入中，是吧？我们也把这个拿过来啊，我们就把这个讲最后一道。比如说三入中，假如来说的话呢，我们所讲的啊，刚开始是八入中啊，二零一五年是吧，三入中，好，那就二零一五年三入中，这就是三入中。三入中的话呢，你看呢，我们所讲的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顺序，就是按照我们的洛书数，我们的这个洛书数呢，其实就是带九履一，是吧？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啊，六八为足，是不是？就是它的洛书，也就是说我们的坤卦，它是代表二，巽卦代表四，就为什么有时候需要大家去记呢？艮卦是八，是吧？乾卦呢就是六，啊，震卦三，兑卦七，离卦九，坎卦一。是吧？艮卦八的坤卦二，巽卦四，你这个东西都要能够对应得上。好，对应得上的话呢，其实它这个数字，它完全这个就是我们的洛书的一个数。我们在讲基础课的时候，这个是不是都讲过了？讲了基础环节的时候，那三入中了以后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你这个三是在这里。那其实我们这个是叫顺飞，你要把它按照这个顺飞，是不是三四？五六七怎么往后面怎么去排这个数，
三的话呢，在这里面的话，在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五，它其实它就是在这个，它接下来下一个宫位它顺行的话就在这里，就在六这个地方，五呢就在七这个地方，是不是？你可以就按照这个，其实这样你看的路线的话呢，好像是这样子的，好像是没有章法的，它其实就是啊，根据洛书数的一个排布的一个宫位啊，你只要是填数字就可以了，对吧？你甚至来说你不熟悉的话，哎，还是用填空题，你这个是你把它打印出来，你对照填空，你三啊，这里是你在这个，比如说这是空白的啊，这是空白的，我是按放到五这个地方，我接下来这个四呢，我肯定我要对应到这个地方来，那就是四就在这里，是吧？啊，我六等于是六过来就是七，你四过来肯定就是五，是不是就能够对应的？能够明白了没有？明白吗？其实这个飞星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就是说你必须得要去记住它这种啊洛书的数的一个位置关系，就像我让你们去记罗盘的先后天，是吧？像之前那些东西都告诉你们去记了啊。如果是八入中的话怎么样呢，是吧？你八入中九就在这里，好，九过完了以后的话是不是又从一开始起头，一啊二，对不对？三四五六七，这个盘就出来了啊，它其实就是跟着这个位置关系去走，明白没有？啊，所以啊，今天的话呢，我们就先是把这个啊，把这个悬空飞星啊，这个执念飞星的东西跟大家去讲一下，然后再讲一下这个排山掌。但是呢，这个执念飞星的话呢，看上去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是说你想知道的这个达到这种方式的一个用，就是按照我们这种非常灵活啊，很不呆，不是很呆板，比较灵活的一种方式，如何去吹啊，怎么去用，而且这个用的话呢，你要有一个思路，就是我所讲的，如果空间的，比如说像这个空间的，空间的这个地方它如果是缺点，那你这个地方呢，你就不要说是化解啊，你不要说是吹了，你就是属于那种化解的概念。比如说这种开门，你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去做吹发了，你懂了没有？它就是化解，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思路啊。如果是好的层面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是我们所讲的它这边不好不坏的层面啊，甚至来说这边是应急的，就算不应急是平平常常的，这种情况呢就在这个地方它就可以达到我们所讲的吹，去做吹发，懂了没有？你要有这种概念，你没有的话，你不然说，哎，我那个再差了我也吹。所以这个就是说这堂课，啊，在用的层面跟你们所讲的，从用的层面去做吹发吹动，偶尔再结合这个很多的一些大太极、小太极，它的一个吹发吹用的一个思路，啊。我讲，我是讲这个课，我是本着是说完全超出咱们课件，甚至来说是完全超出了你们在外面所看看风水所了解的风水，觉得好像比较难学的一些地方，把它整理成一些比较有思路性的东西跟你们去讲的。而且这些东西的话，你比如说那个排山掌，不就是加减法？这个思路不就是大太极、小太极能重合的就重合？啊，你们有的同学觉得好像啊，这个好像有点晕，是因为你们自己来说根本来说，把这个东西一个是想象的太难啊，我只是把这些简单的东西呢这样去结合那样结合，我只是结合的层面比较多，它其实本质的东西都是非常的简单的。你觉得是绕的话，是一个人你没动手，是吧？第二个来说的话，你自己来说只是现在是惯性听的我的这个所讲，你也没做笔记啊。你做笔记的话，我们所讲的东西都是从最简单的层面去用的，你看用的所讲的东西呢，是不是都是你如果把它分解出来全部都是最简单的东西。但是我只是把最简单的，比如说一简单吧，我来再用个二简单吧，我再用个三，我把它相加，我这数加的多了
啊，加九加十，都是用这种方式的一个级别来去，是吧？或者来去做一个加法的一样的。这个加法来说，只是说，哎呀，我有讲了什么？讲了这个点跟这个点，或者这几个点，我把它结合起来。哎，结合起来，你会觉得听起来好像，哎呀，是不是觉得好像有点，感觉知识量有点大一样的？但是其实呢，好像听的时候都听得懂，但是关键我要怎么去用呢？你要怎么用，你就把它自己笔记梳理一遍，把方案来说自己再去做一个分解分析，按照我的想法，你把你的思路分析一下出来，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CD 的草，床的草像，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啊？因为这是很多都是截屏的啊，是原来我们在讲案例的时候很多是截屏的，我不知道你所讲的是哪个床的草像有问题，啊，胡乔不知道所讲的是哪个，啊，今天呢我们所讲的啊这个知识点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啊，下堂课的话呢，我们再接着再讲这个悬空，啊，悬空飞行这块的一些东西，讲到这个纸棉飞行，包括窄命飞行。啊，它的吹机吹柜的这东西的一些思路再去延伸一下，啊，还没签到的话等一下签完到啊我们再下课，啊，签完到的话就可以直接啊下课了。